关了。丢弃啊！哎呦我去！这不能怪我，这外面下雪了，你看不到吗？那路那么滑，我能走多快呀？周末，这不怪你，怪我了，啊？你是个护士，这你就应该遵循这儿咱们诊所的规矩，让你几点来就应该几点来，更何况你是个实习的。阿明医生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自己不看你这诊所啊，地方偏也就算了，这地方还那么小，更何况你刚才也说了，我现在只是个实习护士，你对我要求那么严格干什么呀？我能来就不错了。无规矩不成方圆啊！我诊所小怎么了？小就不是诊所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是实习的，实在不行我咔咔咔全部给你打叉，你信不信？不准再有第二次，听见没？知道了。尖酸刻薄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哎，你说人家你？这家伙，过来，坐那。这你怎么了？你这么大脾气啊？几点了啊？你不说说几点了？上班要有上班的样子。你这是来上班的吗？啊？不是，我这是路上遇到的事儿。哎，再说了。诊所是我开的，我是老板还是你是老板？你凶什么凶？老板怎么了？你作为一个老板就可以无故迟到吗？你作为一个老板就应该给我以身作则，你懂吗你？哎，行，知道我也是犟不过你。喂，媳妇儿。啊，我在上班呢。阿敏。往那边一点，你让着人家头发了。你有病吧你，我媳妇儿。喂，媳妇儿，我这里头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这刚刚你听错了啊，不是的。阿敏，你过来亲人家一口好不好？不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哎，你骂谁我骂孙子？哎，媳妇儿，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媳妇儿啊，我知道啊。我就是因为知道她是你媳妇儿，我才这么说的。医生，没想到你平时那么凶，结果是个妻管严啊！我瞧不起你。完了，我媳妇儿把我拉黑了啊！这现在可咋整？这啊，你得给我媳妇儿好好解释。这个嘛，好办。不过呢，我有个要求，这是我的实习单，你在上面全部给我打勾。说我合格，我立马打电话给嫂子解释解释。那怎么能行？不行，不行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我说不行就不行，跟你说，今天谁要给你画勾，谁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，漂亮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。那个，你坐吧，这位置，我等会儿上你家给嫂子解释解释。忙啊！